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这边演练已经开始了，稍后为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的欢迎仪式就将在这里进行。这是兔孙的老朋友，在去年普京访华和两会的时候，我们都在采访现场遇到了这位俄罗斯记者。我们有很多俄罗斯的记者来到了中国的今天我们要帮助他们工作在这里。指挥，咱们今天演奏几首曲目啊？今天演奏六首曲目。啊，外放仪式曲有什么特别？外放仪式曲，这次我们挑选的是那个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那你们演奏有什么特点没有？我们把莫斯科郊外晚上呢，就是演奏的相对的热情洋溢一些，这种风格，它不像我们以往听到的这个莫斯科郊外晚上相对抒情啊，歌唱了一些。三军仪仗队正在进行演练。身后进行的是军乐吹奏行进表演。今天来参加欢迎仪式的少年儿童队伍有点特别哦，有俄罗斯的小朋友。你好。我不会说俄语，这位记者也不会说中文，我们竟然用西班牙语完成了采访。Pues es la primera vez en China. No, la quinta ya. La quinta vez. Sí, siempre por trabajo. Oh, ¿y qué sientes? Me gusta muchísimo. Es un país muy desarrollado, muy moderno y bueno, la comida nos gusta también. Así que siempre es un placer venir aquí. 今天的记者区超多人。